朋友们晚上好，我是王涛，现在您看到的是一场国际级的友谊赛，尤文图斯迎战。在这场比赛前，我们本来是请到了刘若英，但由于这场比赛的推迟开赛，迎战。在这场比赛前，本来我们请到了著名的歌星、影星，以及电视剧明星、三星明星刘若英来为大家当解说嘉宾，但是在球迷们的呐喊声中，裁判员吹响了比赛开始的哨声，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比赛将会如何发展。从右路进攻，传的位置非常好，头球解围了，传球速度要开阔一些。第二，皮耶罗做一个小配合，传球要干脆。这是上半场比赛的第一个角球，这是个难得的机会，这球能进吗？他们必须再努力一些，才有可能威胁到门将。这样的球对门将来说简直是小菜一碟啊！迪亚哥、兰帕德，多转移一下可以扯开对方的防线。内德威德、布拉西、德尔皮耶罗。这是个先进球的好机会，球被解围了。埃姆森给前面，皮球再次被解围出来，防守队员表现得非常沉着。摆脱了，防守队员不得不将球踢出了底线，角球，禁区内的争抢相当激烈，头球攻门，这是个美妙的扑救，太危险了，只能挡出底线，球门前埋伏了好几名球员，再起脚，超远距离射门，哎呀，没进，到前面，好球。向前传球，球给前面，达夫向前带球，有了，门将化解了危险，飞到前面，传给前面，好球，漂亮，马克莱莱对球给了左路，解围了。内德威德没犯规，裁判示意继续比赛，开始横向带球，中路有人接应吗？又是一个头球，往前塞一脚，球可以再给的深一些，传到门前，防守球员相互配合很默契。上半场比赛进行了30分钟，现在全队向前压上，直塞一下，兰帕德看能不能找到人，他突破了防守，球被断下来了，用头将球顶出，塔姆拉内西敲给前面，内德威德、布拉西、德罗巴、达夫，哇，一脚打门，门将用身体挡住了球，做得不错，防守球员还能挺得住吗？门将阻挡了来球，
要看准了再传呀、啊。给脚，到皮耶罗，距离比赛上半场结束还有五分钟，球直接传到门前，球进了，好的。即将进入中场休息的时候，他先进球了，球从中间飞进了球门，比赛的气氛非常紧张，身高的优势让他在阵地战中占据了优势。哇，这个进球实在是太漂亮了，首先打破僵局，先下一城，比赛将会变得更加激烈，看看能不能进球。球越过了防守队员，绝妙的配合，球飞出了底线，球门球。图拉姆、埃姆森、布拉西、萨姆罗塔，德罗巴。上半比赛到这里就结束了，目前处在有利的位置，他们在中场休息时一定会对上半场的结果感到满意。上半场的比分是1-0。您现在看到的是精彩回放，我们为您播放的是今天这场比赛中的精彩画面。中场休息结束，下半场比赛开始了，这是完全实况网站为您带来的实况足球比赛的下半场比赛。交换场地，坐镇右半场的是尤文图斯，坐镇左半场的是切尔西。射门了，门将拿球很稳，长距离的横向带球，传中了，这个机会被浪费了。看能不能找到无人防守的队员，边裁举旗越位。再来看一遍回放，射门了，滚脚，罗本、格里奇传得漂亮，传球要果断，传到前面，扑救的很漂亮，短传渗透，达夫继续控球，卡莫拉内西。下半场比赛第50分钟，奋力将球解围，裁判鸣哨是一次任意球，这球啊一定要冷静，黄牌，咱们来看，这球传得不好，内德维德、埃姆森到皮耶罗，传球是要开阔一些，界外球，还是界外球，好球，回敲，
再次之边线球，球被断了。福塞尔，他们正在寻找一个二过一配合，传跑配合很到位，回传。将球轻轻地回敲给队友保罗·费雷拉，左路带球。比赛进入到了最后的十五分钟，把球给前面，左边空了，他准备打一个二过一配合，配合得非常娴熟，超远距离轰门，门将的扑救很精彩。看好对方的空当，右侧带球，福塞尔，迪亚哥给前面，到前面，好球，这对于门将来说轻而易举啊，防守非常出色，向前传球，布拉西，戴尔皮耶罗，这个球塞了过去，被抢断了。把球带向右路，比赛只剩下最后的五分钟了，传一下，攻门，远射，门将今天显得很活跃，边裁举旗示意这球越位了，这是回放，戴尔皮耶罗，传得不错，球给前面，罗本，漂亮的传中，对球门展开了围攻，哈，球被破坏掉了，裁判员在看表了。飞的，结束了，1-0，他们以1-0取胜。这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比赛，补时阶段的进球多少有些出人意料，尽管一度被对手狂攻，但他们的后防线表现得一直很稳固。好，今天的比赛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我们的节目也要跟您说再见了，感谢完全实况网站对中文解说的支持，再次感谢完全实况网站的大力支持，希望比赛结束后您不要走远，完全实况会为您推出更多更丰富的活动。今天的比赛是由王涛为您解说的，让我们比赛结束之际再欣赏一下今天的精彩瞬间，再见，好，下次再见。